Communications.中唔中意貓貓片啊？其實我俾咗條新佢播，唔知點解播咗條舊嘅。啱啱舊年出嗰條係邊個啊？貓貓同鄭多兒有冇 download 跳舞啊？冇啊！其實如果呢個 event 咧遲多一陣咧，我就可以拎一條新嘅貓貓片嚟，因為下一輪嘅貓貓片咧就出㗎啦，大家。可以留意呢個電視機走快出嚇，我哋而家密鑼緊鼓做緊下一條貓貓片。其實貓貓片咧，我哋都本身做呢個貓貓片出嚟咧，都令到我哋自己好高興，因為香港都相當多嘅人中意佢。咁咧每一次出一個新 campaign 嘅時候咧，可能都有啲同事啊、朋友啊問啊，甚至一啲即係媒介嘅朋友，有時訪問一下咁啊，咁啊好中意聽啲花絮嘅。咁我喺度都輕輕講下啲花絮啊。咁有啲人問：喂，嗰只貓咧會喊嘅喎，你點整到佢喊嘅？咁我哋咪話打佢咯。其實梗唔係啦，而家有啲叫電腦特技噶嘛，你叫喊就得，笑都得噶啦。其實只貓貓唔係咁樣樣嘅，真係只貓貓係蒙蒙地眼嘅。喂，咁嗰只貓咧，咁係？誰扮的？你扮的？扮得那麼像的，那隻貓跳下跳下，當然不會我扮啦，但是很熱的時候，穿著那件事，那人出來整身臭了的。我們是專門請一些比較小粒，又懂跳舞，可能做一些默劇的演員去做，這樣才做到那些貓貓那些動作的。OK，那有很多問題，譬如說，咦，那你請了鄭多燕來，喂，鄭多燕聽說四十幾五十歲了。是不是真的那麼漂亮？其實她真的保持得很好，個樣子又漂亮，身形也很好，所以見到之後很多同事不斷跳不斷跳都應該可以。好了，其實這些娛樂的部分就一定要有，但其實我們有時要想想，咦，無緣無故怎樣弄到一條貓貓片出來的？萬寧又不是賣貓的，他又沒有寵物賣，那為什麼會弄出來呢？其實在背後很多東西要想的，在這裡我就不會說那麼多東西要想，因為這樣牽連很多東西，牽連市場，牽連廣告，牽連很多不同的部分。 OK， 但是就每一個想他為什麼要做的時候都是一個決定，都是一個想法來的。好了，簡單到為什麼是貓不是狗呢？為什麼隻貓要做一個這樣的故事，講一個賣百貨的公司呢？即是賣一些 personal product 的公司呢？其實在背後呢，我們很多東西要思考，很多東西要想。 OK， 其實這些所有這些想法呢，都牽連一樣東西，就牽連一樣我覺得在人裡面很重要的一樣東西。是什麼呢？那故事又要講回應該二十多年前，當我好像你們這樣的年紀，或者差不多了，剛剛大學畢業的時候，那我就聽過朋友說，當時喂做廣告很好玩的，又可以拍東西，又可以想一下東西，總之其實不用做很多很辛苦的事情。那我就回來就立志就要入廣告。那就回來的時候就喂，那就寄信出去啦，都唔知點嗰時都未有 internet 啊，即係未有 email 噶嘛。嗰時仲係寄信嘅，我記得打字機寄信。我諗你哋都未睇過打字機係嘛？咁啊寄咗信出去，咁啊唔知點解咧，就真係好奇怪啦。咁啊就初頭等咗一個月都冇消息，諗住係都冇噶啦，都係做唔到廣告噶啦，都係諗住係咪都唔知做乜啊？嗰時其實都未諗過做乜嘅，後生嗰陣時。咁點知咧就再等多陣咧就，咦有回信喎，有個人叫我見喎。那個人仲叫係一個外國人嚟嘅添，咁我去見啦。咁啊無端端咁佢問我嘢，我就答佢。咁佢講嘢，我就咁樣答佢，咁啊又扮醒目咁樣啦。
咁啊唔覺意就請咗我喎。我真係我都諗翻，而家廿幾三十年後諗翻，點解佢請我？我都唔知佢點解請我。當時我有一個乜嘢都唔識，廣告係乜都唔知嘅人，以為廣告係唔使做得好辛苦就去寄信。佢嗰個人當時咧，呢位叫 Mr. Arthur Sturgis 咧，嗰陣時已經係大中華區嘅老總咁上下嘅位置啦。咁啊，無端端請咗我喎。咁佢請咗我之後就其實都冇乜真係俾我做咩嘅。咁佢就唔知做乜，咁就好似有咩就問下我啊。佢可能唔識香港啊。咁佢就喂呢啲嘢其實香港得唔得㗎？我咁做好唔好㗎？咁我就亂咁講，我就照答佢。咁咧就好夢幻咁過咗幾個月，好開心，真係以為自己做咗高層啊，又唔使做嘢嘅，係咁同佢傾偈啊，同佢出出入入啊咁樣。咁咧就點知咧有一日就聽到噩耗喎，發覺 Mr. Arthur Sturgis 要調翻去澳洲，咁點咧？咁我就好失落啦。咁我就問佢：喂，臨尾佢走嗰幾日，我就鼓起勇氣問佢：啊 ，Mr. Arthur， 其實你不如俾啲金科玉律我，等我做得好啲啊咁。咁 Arthur 就諗咗一陣。他就話：咁啦，其實你聽住啦。他就話：其實無論做人做事，你要成功都好，最緊要得兩個字嘅啫，即係唔係功夫啊，唔係一橫一直啊，佢都係兩個字。他就話俾我聽，就係 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。哇！咁我就好開心啦。咁啊，好開心啦，仲攞到金科玉律咯喎！咁嗰晚就又瞓唔著啊，我記得，哇！成日翻屋企諗住 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。咁啊，第二朝起身翻工咯喎，哇！咁就滿懷熱誠啦，哇！仲唔點？仲即係攞到啲金科玉律啦 ，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。咁一坐喺椅度，咁即係點啊？咁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 咁即係點啊？咁啊諗啦，其實呢兩個字咧，用咗我十五年時間到啦。好努力咁工作，先發覺原來嗰個真意喺邊。我發覺如果要 define 一個人，你個人嘅成就，你個人係咩一個人，其實只係得呢兩樣嘢嘅啫。中文就叫做你個個性，同你有冇創意。個性就好似頭先皮亞桑力咁講，佢好堅持，佢有夢想，這個係其中一個人嘅個性。有啲人中意揾錢，揾錢又係個性；有啲人 choose not to 揾錢，又係個性。OK， 個性就係你點樣 define 自己一個人其中最緊要的一樣嘢。咁但係個性又好麻煩喎，因為你冇得你個性，可能你出世已經有 certain 嘅個性，你嘅遭遇有啲個性。頭先 Sony 話十三歲嘅，我想問佢十三歲做過啲乜嘢？佢話即係你遇到嘅嘢會 shape 你個個性。不過喺呢度咧，我就話咧，個性有啲嘢主要其實都變唔到噶啦。但係如果你聽到一啲好嘅嘢，能夠覺得自己在個性上面有些覺得自己不喜歡的，你都可以慢慢去改。OK， 這個就是個性的一部分。但是不用灰心，我發覺創意是可以的，因為創意呢其實是可以練習回來。OK， 創意是可以談，是可以變到的。我在這裡也不能夠，其實如果有你的 session， 我就想講一下怎樣可以創意。OK， 但是創意本身是可以練的。Okay， 其中一件事最基本你要練習的一件事呢，就是你要知道創意是一種態度。Okay？ 創意有些人就告訴我，喂，創意是不是只是要藝術家？是不是好像剛才 Sonic 那樣，我要懂作曲，我要彈琴？其實也不是的。創意是不是要是 artist 畫幅畫，或者稍後你會聽一些 audience 說，是不是我要懂做啲咩雕刻啊、作品啊咁樣，又或者喂創意喎，係咪淨係你啲廣告人做嘅咋？或者係咪一啲作家你先有創意啊？其實並不是，創意其實基本上喺我覺得係融入每一個生活、每一件事你都要。OK， 大到好簡單，我係十幾廿年前要收翻香港，香港同國內嘅環境好唔同，咁點啊？咪一國兩制咯。或者最近頭先都有幅相啦，如果大家知道，咦，我又好同即係好認同一啲學生嘅理念喎，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去行動，又冇乜時間，又驚俾人拉嘅喎，咁點啊？最近咪有人提出流動咯，不如流動去佔咯 ，OK？ 或者就算喺生意上都好簡單嘅，喂，而家啲鋪好貴喎，跟住我先聽，喂，咁啲人咪開始走上樓上咯，或者甚至走上網上咯。
係咪？甚至喺身邊都得嘅喎。你發覺你哋都拍拖嘅啦，係咪開始？咁係男女朋友，我講親做親呢啲嘢，佢都唔好唔 like 嘅喎，佢都唔高興嘅喎。喂，咁啊諗下做第二啲咯，或者上堂，喂咁樣成日都係做到呢度，我就唔識唔記得嘅咯喎，咁點啊？咁咪諗下做第二啲咯。甚至就算今次呢個 show 我都覺得幾好創意喎。平時呢啲 talk 就咁一個人講完到一個，咁就今次有唱歌喎，一間咪仲有跳舞添啊！咁都係一種創意。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咧，創意本身係可以 train 同 acquire 可以獲得。呢樣嘢係我哋做人其中一個好緊要嘅一部分。OK， 呢樣嘢第一樣嘢你要記住嘅就係大家創意本身。就是一種態度 ，OK， 創業一種態度，創業一種生活的方式。如果大家抱住呢個咁嘅概念、一個觀念喺入邊咧，每一樣嘢諗下，咦，係咪有新嘅嘢唔同嘅做法咧？係咪可以咁樣咧？係咪又可以咁嘅時候咧？咁你慢慢你就會積聚，你能夠令你有創意嘅經驗。咁第時無論你做乜，你中意做個 artist 又得，你中意做廣告又得，甚至你做任何一個範圍嘅嘢都得。這個都會令你不同，都會令你成就為你是你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。多謝各位。